那、哎、不是还撇雷呢？哎呀妈呀，还往那撇雷呢？你真以为自个傻能尝那呀？本节目由钢枪钢不过落地做成盒的自玩酱出品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自玩酱，带你见证吃鸡儿的一万种吃法啊！呵，吓坏了，给他不知道哪打的，根本啊，吓坏了，吓完了他。你这个多尖啊！撇个眼儿，假装那可那呢？哎我靠！假装搁那呢，撇眼，这叫调虎离山计啊！哎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完了，完了，我全被撂了，打咱们了。哇，这个为什么就打我？打中了。你因为你就站那个边儿了。搁这呢。看到没有？都是血打的。搁哪呢？看着了。小绷带。前方有危险。看着直接追。塑料酒没停。追了，准备摇车站了啊！看看飞机，看看 go， 哎 go go， 往哪跑？你们站住站住！别跑了，别要跑了，撞着呢。你看，我撞了！怎么又从我这倒下来？我靠，完了！给车干炸！给车干炸！妈不撇雷，阿瓜，撇雷！撇雷呀！啊，咣！喝他不？先给他们来一盆，你知道不？喝住，他们就不敢过来了。哐哐哐哐，完事儿，撂倒，撤票。哎呀哎呀，我这，哎，往哪跑啊？你这个这枪法，他也不是那啥的。不是 Hello Kitty 的，哎，哎，完事儿，啥也不是啊。完事儿，你这个不是水货啊，也是那啥钢枪级的大主播啊，哼，两个嘎嘎就敢跟我威，就敢跟我俩对战，别动，稳住。上面完事儿，跟这哥俩玩花活，还从天而降呢，小样儿。哎，过来了，搁这待着，搁这点儿啊。过来了，哎呀，怎么能透视啊我呀？我的妈呀，透视啊我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！我是这玩意儿叫一个永远吃不到鸡儿的游戏玩家。